你要讲洞窟吗？还是要讲世界 BOSS？不用打完了，浪费我时间。哦，所以这边可以一键使用这样。哇塞，好猛的游戏哦！我们可能会讲一下什么是 BOSS 领地，好，什么是世界 BOSS，这样子。我今天可能会讲什么是世界 BOSS，有吗？啊，我不知道世界 BOSS。这个嘛，BOSS 领地，反正这个系统可以让你得到比较好的装备。等一下，这个主线怎么一直重复啊？那个支线应该没东西可以讲啊。那现在主线叠下去就没问题。好了，反正先讲世界 BOSS 呗 因为我们主线是一直在拉的嘛，对不对？商城给我看一下。刚才知道了吗？其实我刚才打的应该是这个吧，是吧？有新人发育7号21:36。